到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就看无人问。他十几年前我就带着阿爸阿母去听上人开始吼，上人讲用果酱的双手来做环保，我非常的欢喜哦，因为我和阿母拢总唔捌字啊，我拢唔捌字，我听着讲，吼上人讲，有字的功能，碗有碗的功能吼，啊那字的功能就会使帮师傅来写字，啊，我们有这个碗的功能吼，咱等下这环保站个过年年吼，啊我搁听着上人哦讲。两双手来做嘛，无够哦，就爱千手万手万万手来做吼。哦，最欢喜的我是爷爱的，三个查甫孙，一个查甫孙啊吼，大家拢我爱咧做环保。啊，我就帮着迄厝边拢甲讲吼，人个囡仔吼，抱地地啊，你甲带来这粪扫堆，我甲讲吼，啊，人个粪扫会变黄金诶，黄金就会变爱心。爱心就变欢喜心，啊，欢喜心就化清流吼，洗全球啊吼，大家拢来做环保，安尼欢喜啊！啊，我就做感恩哦，咱迄一岁的志工啊，得唔惊风，唔惊雨，啊，唔惊寒，佫唔惊热，用着咱欢喜的手吼，逐工都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有够欢喜的啦！啊，我有够感恩上帝，你看我这手，我够欢喜的吼，上帝是啊。每一回啦，我来的时候总是欢喜，虽然呐、啊、没有看到阿童啊、阿童辈啊，但是呢，总是他的女儿也是一样那样的幽默，也是那样的说话，人人呐、啊。欢喜快乐听啊，这都是地方的文化人文，而且都是给人啊的纯真快乐，这是我真爱的。总是呢来到这里，在这里的生活都是呢很温馨，每天在我们的宿舍里，医生啦、院长啦，就会来跟我分享我们的医院盖在这里，他们所照顾的当地的人。每一次听到，我内心呢总是有一股对自己说：“我后悔啦，不后悔。”在这里呢，盖了医院呐，因为呢，医生、护士，大家呢都是守自奉道，生命的价值啊，总是呢要有那一份的守自奉道。请求师父，我这一辈子，我对我自己。生命盘点一下，我对自己啦，也是说此生无憾，这世人无遗憾啦，因为我盘点了自己，把自己的生命消化盘点起来，到底呢功过多少？功就是功，为人间有付出偌济。有对人间的做出偌多的好事，不是干那我，大家人拢同款，为家庭、为社会、为民众、为人间，你消化盘点一下，看看，那真正很真心的心去付出，这但。有偌济啦！当然，咱嘛爱搁再盘点一下啊！我有做过虾米款对人不起，或者是呢有损他人，这也都爱好好盘点一下。有做过错啦，有对人不起啦，也爱虔诚的。
忏悔啊，这是天天啊，我都在跟慈济人天天说话，都要说。还有呢，除了忏悔，盘点自己，那真正对人间有奉献着。所以呢，爱感恩呐、啊，那一路盘点过来，看看，咱起码伫遮坐着，这个所在，伫二三十年前啊。这是一片的甘蔗园，镇长、局长去华联，一直在在二三，都跟我讲，师父，分家人这大片的土地，无几间病院呢，迄、那个所在人口啦。有偌济的分析给我听，一直到张伯雅书长的时，他呢也亲自到华联去，真期待组织会当到迄个所在去病院，想到病院伫遮尼只乡下，遮要去呢？真正将来啦，是要安怎过？那将来呢？医生是要安怎来？心呢，那是真烦恼。所以，我就提出一项较困难的代志，向地方要求。我需要20家，因为呢，这那要请好医生啦。爱安住因的生活，和因的家庭呐，会当稳定伫这个所在，真正是真感恩。迄、那个时代啦，安尼的要求，确实呢，真紧对着咱病院建设啦，伫这个地区啦，守护了生命，守护了爱，古尼啦。这疫情发生啦，逐天啦，我拢视讯，甲这个院长啦在互动。第一，医生护士爱顾好，防护的工作要做好，顾好医生护士，才有法度顾好当地社区的民众。所以天天的精神喊话，大家人要挺胸，穿起战甲去挡这个疫。您敢知呀？因是偌辛苦，安全措施，迄个时是真热哦，因爱一顶一顶风。一个大上午，到底他们是多么难熬的时间？有的呢，人手不够，还是呢，中顿都无法度吃，一直熬到了下午黄昏呐、啊。这就是用生命守护生命，抢救生命。去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这就是医生护士因爱修己弘道。总而言之，各有职业精神，要守好。因为我自己也要守护我的职业，我的职业呢是要守护。哇，这人间呐、啊，佛陀的给我们的使命，那就是守护的为佛教，我爱有使命。佛陀如何教育我们？
给我们呢开启了人间宇宙啦，天地万物迄、那个真谛真理啦。所以最近一直讲，要如数守护健康，不是医生会当修好咱的健康，是咱家己爱修好咱的健康。啊，咱要安怎健康，啊，都爱食，所以叫做食素为大。最近啊，师父拢讲，大灾教育啊，我非说不可。要说什么？回溯不可，还要呢回推不可。这是我现在的说明要讲的，就是回溯不可。